里，让恐惧之火力去修身侵犯包围，野心的本能最终难以让我们抗拒，化险为夷，找到自己的 style， 烈火的意志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定，神盾的保护会让所有危险散去，每一次行动都是正义的化身。 Right now 就让我们一马当先，不用再质疑，迷失坚强自己，慢慢学会大树，怎么会是你啊？说是人手不够，让我过来帮忙。那一会儿就好好配合配合我们，回头必有重谢。好说，好说。不过你不会和秦氏一样跟我们玩心眼了？不会，我不过帮个忙而已。那就好。我这个人呢，是有仇必报的。大叔，我们还是少逛一会儿吧，等培训结束了我好好陪你逛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好好好好。真不想跟你一组。我还不想跟你一组呢。哎呀，你俩行不行啊？既然被分到了一组，就应该一致对外，放下你们的争执，行不行啊，俊雄？只能这样喽。你的白纱。嗯。想想现在怎么办吧。咱们几个太熟了，隔着100米就能闻出对方的味道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等神秘杀手亲自现身。你想得美，前两组那是有秦生和柳沙，这一次咱们可难了。哎，有了，还有一个办法，声东击西，你们两个负责吸引，我找机会下手。凭什么我俩当诱饵啊？因为你块头大呀，目标明显，粉红帽的特长又不是身手，当刺客的最佳选择就是我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觉得这些办法都不太合适，太常规了，他们一定有所准备，只要被发现咱们就算输了，连硬拼的可能都没有。那我们有什么办法？哎，有了，但是规则里没说不能借道杀人吧？可以啊，粉红帽，没想到你外表是萝莉，内心是魔鬼啊。不好意思啊，跟你们商量个事儿行吗？大叔，你不是说好要帮忙的吗？刘莎跟我说得绕着商场转三圈，进3家店，我哪敢得罪他呀。那咱们就走快点吧。好。不太对劲儿啊。怎么了？我们已经逛了2圈了，梁大卫和巨亮不是那种耐得住性子的人。那有什么奇怪的，他们在等着神秘杀手动手呢。有粉红豹给他们出主意，咱们得小心点儿。有病啊，往客人身上扔东西还想不想干了？哎呀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小伙子，你误会了，这是我们有意安排的训练科目，跟你们经理打过招呼，不怨他们。误会啊误会。我失败了。厉害啊，你怎么看出他有问题的？规则里说只有一个神秘杀手，刚才清洁工是两个人，我当然得多留个心眼了。厉害。不过真正的爆破手还没有出现，我们还是继续往前走吧，只剩一圈了。这些人肯定都是破坏组过来的，大家要小心。他们过来的人我们都不认识，所以他们肯定还藏在附近。这俩大姐演技太差了。没关系，黎明我暗，我们故技重施。
钱带够没？没问题。双倍积分是我的。不是说不会赢吗？双倍积分，说话还算数吗？当然算数了。你们去保护谁了？我现在不是死不死的问题，我都被鞭尸半个小时了。刘莎，这忙我是帮完了，我该回去了。大叔，我说你，我跟你说过我这个人很记仇的，你怎么这样啊？双倍积分，你们应该接受双倍处罚。好了，训练结束。